印度的干旱森林，既不凉爽又无绿意。但并非所有猎者都不爱这种灼热的气候。扇猴蜥蜴是最爱太阳的掠食动物，它以龙爪般的爪子抓住荆棘，爬高远眺。附近有一家吃到饱餐厅，一窝白蚁，而且蚂蚁雄兵正在攻击白蚁窝，妙极了。这大好机会怎么能放过呢？不过光天化日下狼吞虎咽，简直是自找麻烦。棕腹树雀正打算把扇猴蜥蜴当点心吃，这只蜥蜴逃得可快了。回到家后，终于能安稳地消化食物了。